来这么早？嗯，咖啡，谢谢。老板，你就这个状态去见客户啊？我本来这一阵儿待了你给我的这手环，睡眠还挺好的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昨天晚上又失眠了。我回家躺床上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在公司加班呢。太过分了。 是你经常跟我们说见客户要讲究方式方法是吧？要投其所好。你要见的是谁呀？刘小姐，刘小姐很注重颜值的，好不好？我这样不行吗？说实话嘛。啊。就以我这个颜值，见了刘小姐还能勉强说得过去。就你现在这状态，哎呦，那你说怎么办啊？ 没有丑男人，只有懒男人。你只有不懈努力，才能缩短你我之间的差距，知道吗 ？OK 啊！不 OK， 3个月工资。哎呦，老板，兄弟之前不要谈钱，伤感情。而且我也不希望我第一次拿公司的奖金是因为这种事情。哼，你想多了，我是说。 扣3个月工资，哎呦，什么时候好啊？一会儿人们来上班看你怎么办啊？大哥了，现在才7:30，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会来公司的，你又不发加班奖金。